去年我报过领导部门的事儿，你就想呗。掏不来套，我从来不掏卷卷的。我自己先拉我后头干点这个酒店上班，拉不走。那拉起一把就。拉，他是肯那个的很，肯丢的，然后就上那种水的多，都肯的。因为我也没那么想法，你都忍耐心，你往土，往土走，他就让我走。不想。你看，他是给我看门诊的。哪里？多这儿。我这儿。啊，那是床边是好看的。你都干没？还这么多？不然，我看麦草嘛，我打火点点。我没开车回来。我头啊洗了，又不收，收到它就很掉了，要等门儿上的时候就抢了。我一般头皮洗了，第二天等它起来才收。哦。我不收头发。你给头洗，给头收好，我以前给头洗。我从来不洗了收头发，我第二天干嘛等它一拉才收。就啊，对对对。行啊，好，这，你等啊。好，再拨。拨两下，拨两下，我抓拍一下。中间不拨开了，这稍微拨一下，对。啊。对，好。中间不，中间不拨出去的。他这个就好亏的，拿过来。咋的？是不是咋的？啊。哎，我就是哪儿桌子上呢？就往我那地方。咋搞咋哎？咋看咋搞，硬的。咋搞？那绳子。不真像。不是不整齐。我说不明显。那，你就把前头那套比那背边大成那样子，我已经够好。我说我头发长了就行。不，我。
看不见。那不改成我今儿不啊。暂时我找不到啊，暂时。明天早上我今儿这边写。我要问我将来的前途啊，我当然给你干下去啊。好，有的，要好大年纪的。60岁以下的。哦，好。啊，好，我问会儿再。好。你往这边坐着这吧，往这边坐着这，我顶着往这边坐着，我就不敢坐着，坐这边，对，别抬了，那个